brace yourself, feel my thunder crash. I'm born for this, yeah, ready, can move.同埋好多好嘅發展商嘅盤俾我哋賣，今年我哋大家一齊努力嘅幫 IPG 創造一個奇蹟，創造一個最高峰嘅 sales。Two things that I know for sure, 2019 was a great year for me and for IPG. We have won multiple awards. 2020 is going to be better. 其實喺地產界，我永遠都係相信，只要你肯付出，就一定係有努力成績嘅。所以希望喺今年，大家可以一齊努力，一齊突破。你相信你自己能够做到，远比你自己真正能够做到来的更重要。你不相信你的潜力的话，你的潜力是没有办法可以发挥出来的。你的能力会因为你的相信而建立起来的。因为啲所有嘢都系 IPG 嘅系统咁样不断嘅进步，冇 IPG 就真系冇我哋啦。多谢晒 IPG。一个人可以没有能力，但是一个人一定要有好的态度。每一步，每一分，每一秒。嗰種極速感恩所有幫過我嘅人，冇你哋，我都唔會真係企喺呢度。成功不只是偶然，失敗也不只是命運，只要你能從難關爬起，往下一步走，你就會有可能成為下一個成功者。喺堅持相信我嘅方向，相信我哋嘅領導，跟住我一齊做。我唔想後悔，因為喺五年後、十年後，我因為冇付出得比其他人多，而冇成功、冇成就。只有珍惜今日，先會有美好嘅明天。什麼叫優秀的平台？不斷的更新，不斷的改變，才有今天的 IPG。IPG 三大 value： 開心、學到嘢、賺到錢。一個就係堅持，就係堅持我嘅信念。就是当初我入地产这个行业的信念，你们一定可以行到成功的路，带住下家，顾住上家，理想职场一定是赢家。在这五年里面，我们全部都成长了很多，成交了50亿的 converted sales， 还有我们的 conversion rate 其实在市场来说是 70%， 我们都很 proud， 我们有 management staff 去 support agent 和去发展商配合，我哋正可以做得好，因为今日我哋系一个平台，除咗搵到钱之外，系可以成长嘅。所以喺今年，我哋会 put 好多 effort 喺 training， 同埋我哋会 digitalize 晒所有嘅 training， 每一样嘢都可以学嘅。你要相信呢样嘢，因为培训学好点样控制自己嘅情绪，点样去将个 skill set 提升，点样将最专业嘅知识带俾你嘅顾客。发展商我赢 ，agency 我赢 ，leader 我赢 ，agent 我赢，卖家都我赢。如果人是有 ownership， 一定是可以成长到的。做不上来的人就是将当一有问题的时候，什么问题都推给其他人，所以很多问题解决不到。但如果今天我们的 responsibility， 我们有 ownership， whatever happen also our own issue， 我们要去解决，提供最好的服务态度，还有用专业的知识来解决他的问题。我们在马来西亚只是唯一一间 agency 去推广这件事，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会去坚持这件事。